多子多孙多烦恼，手忙脚乱快疯掉。每次叫名字都叫错。那个谁，一直在那个谁。从奶瓶开始计算，70只。我们家的伙食费真的也很贵。我们去吃火锅，妈妈，求求你给我大片的肉肉，然后此起彼落。姐姐常会联合外人欺负弟弟。难道你要联合外人欺负自家人吗？爸，我知道，你不要再念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